比赛啦！好，换完三铁一了，接下来就是把这个纹身贴纸粘上去。但是因为我这边手臂上太长，所以我要粘在这边。耶、yeah, ，好了，好，我要去吃早餐，然后刷牙，准备穿防寒衣，下半身就出发了。我早餐上习惯吃白吐司，然后配个这个浓缩咖啡。现在呢，我已经穿好防寒衣了，这个动作叫做脚底抹油，因为待会上岸之后防寒衣要脱掉，要快一点，所以希望可以油油的，让它快点起来。差不多，脖子也要磨一点，因为怕被防寒衣跟这个体能衣磨破皮，好恶啊，全部都是油的感觉。终点见喽，各位，拜拜，大家好。我们要去计车了，现在的花莲港超漂亮，看前面，超美，而且所有选手都已经陆续到这边了，穿防寒衣来会不会很好笑？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去机车领晶片报到。好，走走走。先放车，离开这边。先放车。1090。2019 Mama Choice 的花莲镇赛事。准备开始，6:30，还有一点时间。这是防雾的防雾剂，擦一下，不然等一下游泳看不到东西就很麻烦。我们现在要去报到拿晶片，最重要的一个，我的晶片入手，把它脚上。妈妈来。看我的百宝袋，从里面拿出来。OK, get ready, 我们要去下水的位置。我们到这就好，再往前我怕我们游太慢。加油！我会努力的，因为第一次游，真的第一次比赛有点紧张。只有2分钟啊，要冲水，准备下岸。总共300。你刚刚都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。很冷啊。
抽筋了啦。加特十公里，所以我要骑一下休息一下，调整状态，看一下再把握一下。好漂亮啊，花莲！他们好快。公里10分49，目标配速是每个5公里都10分钟，所以我还是要再快一点。学长们都跟我说要踩踏比90，所以我现在目标维持80到90，再80。他们脚踏车都好强，好猛！第一名好像回来了，就警车来了。第一名回来了，好快！我才10公里而已，他已经回来了10公里，可怕！第二个10公里9分34，目标。这边好像要绕两圈才可以进去转弯，所以才可以折返回去。上上下下的，这里帮我刷。5公里。7，是低一点，太大了。脚好酸哦，才20公里，回程风太大了。你还剩好远，救不到他。好远，20公里，好累，很努力。
还有下来，加油加油！快抽筋了，伸展一下，加油！哇！最后一项，最后一项。最后一项，第一公里先调整一下。哦，超累的。我操！好累哦。哎，尊重。好累。一跑下来就受惊了，我现在只能慢慢跑，调整呼吸，现在均速大概是5分速，但好喘，脚好酸，狂抽。李汉轩已经倒追我了，他应该快到了，我还有5公里，还有一圈。梁哲瑞选手，分三啊，他分五啊，可爱的文林，恭喜罗文林选手，完赛了，超级累，我的啤酒不见了。完赛就是要喝啤酒，知道吗？我游泳的时候，游到后面一直抽筋，一直抽筋，然后小腿抽筋，我就开始踩水。我用游超久，游了40分钟，然后我的第一个转弯区也等很久，因为一进去狂抽筋。第一个转弯区花了4分钟，然后结果后来脚踏车我骑了76分，最后跑步跑了，第二个转弯区跑1分10秒，最后跑步跑了48分51，总时间。2小时50分31秒，均速52，不对，总距离52。我输给李汉轩20分钟，超级累。但是我听说是分五，李汉轩分三。我们两个上次去比越野赛是这种，差不多2个小时，35公里是不是？还是20几？28。超累，那个跑那个大路上上下下，差不多2个小时。也超过那么久，然后跑完整个就累瘫。第7名1090梁哲瑞，第3名1090李汉轩，来，耶！颁奖完了，等超久，我们等了1小时，这次只有第7名，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。我刚刚去看一下我每个数据啊，我的游泳、跑步、骑车，几乎每一项心率都19几，最高心率，超级累。第7名，没想到也有奖牌，耶、yeah ！好啦，以上就是这次我来参加这个花莲515的初体验啦、啊，会不会再参加？考虑一下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这次参加铁人赛的影片啊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希望你们喜欢，记得按个喜欢，怎么样？这边可以订阅我，我们下一集明天见，拜拜。